Samin? T'as vu ce coin? Et c'est pas ta bouche là? T'as vu ce coin? 山本无愁因雪白头，水本无忧因风起皱。不要因为任何人左右了我们的情绪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赵海外纪实。我们接着上期视频继续往下讲。康特自从找到阿祖法以后，就跟打了兴奋剂似的，精神一直处于亢奋的状态，可以看出他对阿祖法的感情有多深，尤其是对于小凯撒，康特更是爱之如命。想当初知道凯撒失踪的时候，康特发了疯似的在山上没日没夜的寻找，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康特肯定终身难忘。幸好一切有惊无险，大人小孩都平平安安，这对康特来说已经是最好的消息了。尽管阿祖法还闹着情绪，其实他也不是无理取闹，主要还是担心康特妈妈和吉尔娜，而康特至今又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和解决方法，总是口头敷衍或稀泥，换作谁心里都不好受。康特一大早从老者工地上借来了一车沙子，又从超市给他们母女俩买了糕点，三人围坐在一起吃东西的场面实在太令人羡慕了，这也是大部分网友所期盼看到的。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温馨画面，康特现在也学会浪漫了，时不时学会撒点甜蜜的狗粮。阿祖法在镜头前显得有点拘谨，不过相信他此时心里是暖暖的，要是一家人能像这样永远幸福下去该有多好。吃了点东西，康特立即起身继续卸沙子，现在他浑身充满了干劲，也许是失而复得的幸福让他倍感珍惜。刚卸完沙子，小凯撒又跑过来找康特，康特一见他毫无悬念，肯定又抱又亲，两人的感情并没有因为多日未见而变淡，凯撒反而更加亲近康特。我的阿信阿信，多亏了康特借来的一车沙子，阿祖法的房子才能继续建造。康特推来小推车，搅拌了一车水泥和沙子，家里有一个男劳动力，阿祖法确实轻松了不少。要不是有康特的帮忙，阿祖法的房子真不知道何年马月能建好，缺少资金又缺少劳动力，干什么事情都很难。康特把搅拌好的水泥铺在工人打好的地基上，阿祖法负责把水泥抹平，凯撒也没闲着，拿着工具卖力干活，三人齐心协力，那新房子的建成之日指日可待。把水泥铺平后，阿祖法搬来砖头，康特把它们一块一块整齐地排列在一起，不一会儿就铺好了一层，紧接着还是按照一样的工序再铺第二层砖块。康特现在的建造技术也越来越专业了，相信建起来的房子质量应该不会太差。帮我帮，帮我帮，帮看着康特干活非常的辛苦，阿祖法给丈夫端来了一杯热腾腾的茶水，还有一碗甜甜的奶糖。看着妻子不再生他的气，康特心里真的是太高兴了，甚至那种高兴的心情用言语都无法形容。看到两人和好如初，拍摄者也是从心里为两人感到高兴。这对苦命鸳鸯重逢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。在这四个月里，不论是康特还是阿祖法，他们都吃了很多苦，遭受了很多罪，如果不是他们心里时时刻刻都彼此思念着对方，恐怕这对苦命鸳鸯就真的散了。康特对凯撒也是比之前更喜欢了，喝杯茶的时间也要把凯撒喊过来陪伴在他身边。可以看得出，康特害怕会再次失去母女两人，但是想要永远的把妻子还有孩子留在自己身边，康特需要把妈妈还有吉尔娜的事情处理好，如果不能把这件事情办好，就算两人和好如初，将来也还会分道扬镳。昨天拍摄者跟阿祖法谈了这件事，询问他为什么不跟康特回去住，阿祖法告诉拍摄者，
她还是非常担心那位妈妈和吉尔呢。拍摄者让阿祖法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康特，可阿祖法说，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的。丈夫的性格阿祖法说他很清楚，将来我们一定还会和那位妈妈住在一起的。拍摄者询问，为什么？阿祖法说，因为丈夫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，更是一位尊老爱幼的人，他不可能看着妈妈在外面受苦的。阿祖法确实说得很对，也非常了解康特的性格。阿祖法如果给康特提了这个要求，暂时不会出现问题，康特也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接受。但是时间久了之后，或者那位妈妈无依无靠独自在外面受苦，康特一定会把妈妈接来一起住的。现在唯一能解决的办法还得需要老者的帮助，那就是等老者把新房子盖好，老房子借给那位妈妈住，康特和妻子还有孩子们住在建好的房子里。等那位妈妈老了之后，就算康特接过来照顾，阿祖法也不用担心了。到那个时候，相信康特的妈妈也不会再跟现在这样不明事理了。好啊，嘿嘿，母萨中，嘿嘿，哎呀呀呀呀，小妹，这一幕让人看了真的是太温馨了。分开的这四个月以来，我们都无不渴望这对苦命鸳鸯能像现在这样每天开开心心的生活着。尽管他们暂时还没有房子，但是从他们的表情就能看出来，什么房子和身外之物根本不重要，只有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。康特也知道了他心里最想要什么，没错，那就是妻子和孩子。哎，我呢？不是阿斯吗？阿斯。哎，不是干？你是不是他不是干？看着这爷俩的关系，分开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一点生疏，阿祖法高兴坏了。凯撒这个孩子是真好，康特没有白疼他。在腻歪了一会，康特又背着凯撒来到了工地，继续为他们的新房子建造开始了忙碌。尽管康特不让阿祖法干活，但阿祖法却执意加入进来，和丈夫共同建造他们的爱巢。对于两人来说，建造多么好的房子其实并不重要，只要两人能够牵着彼此的双手走完这一生，他们就已经很知足了。距离夜幕降临还有不到两个小时，阿祖法让康特回去住。康特也没有逼迫妻子跟他回去，但是康特知道，只要妻子不主动说，就算提了也没有用。毕竟一下分开了四个月，康特还是想先让妻子静一静。报告，一回到家里，康特就累倒在了地上。今天确实太累了，康特准备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再好好的劝一劝妻子，看看能不能把阿祖法母女领回家里住。视频看到这里，那么大家觉得阿祖法明天能否跟着康特回来呢？